轨道上排着多辆玩具车，男童一拉开起跑线，所有车子快速向前奔去。 Let's open it. Yes. 他们是俄罗斯人气网红兄弟俩，9岁的弗拉德和7岁的尼基。他们在影片里时常玩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、鲜艳的玩具。YouTube 频道吸引了超过9000万人订阅，总观看次数更是突破惊人的700亿次。两兄弟名下有10几个 YouTube 频道，影片更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。 比如这支影片，兄弟俩玩着巨型的微波炉和贩卖机等玩具，简单的内容却创造10亿次的播放量，超高点阅率也带给他们好几亿台币的收入。一家人已经搬进美国迈阿密，一栋价值近台币4亿的豪宅，豪宅有宽敞的游泳池，四周被棕榈树环绕，有8间卧室、9间浴室，更有4人码头。 而夫妻俩开的也是豪车，爸爸开红色的法拉利，妈妈开的是英国豪华越野车品牌 Land Rover。据说他们拍一支影片就可以赚965万台币。从原本简单用手机拍摄，到现在拥有专业的5人团队操刀，更是有玩具制造商和兄弟俩合作，推出以他们为名的系列玩具。超强吸金力也让人看到 YouTube 背后的无限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